年陈怡蓉作品多多，包括挑战本土味十足小提琴手的电影爱。演唱会找来了近百位灵眼，吓得他赶紧跟歌唱比赛出身的李千娜求助。我以为就是正常就是剧组应该就是都会人当左右，你太过认真，发了好几百个人来，我就莫名其妙真的要开拍的时候，因为我没有唱歌，光很嗨，可是我眼睛看到下面的人是，我当我一唱出来，下面的人的眼神是那种惊恐。不要将李千娜生吞活剥似的。讲到这段斗殴戏码，两人记忆犹新。剧本就写说，我一直要拉他头发，跟扁他，扁他。哈哈哈哈哈！那现在戏后有没有什么？有啊，导演一喊卡的时候，我跟周成恩还有那个姚元浩，我们就一起围殴他。他们三围殴我啊！Yes 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。